凡凡吗？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你快别擦了，你快下来，太危险了啊！哦，没事儿，你让我擦干净吧。我今天把办公室擦干净一点，我明天就不来上班了。你别这样了，快下来吧。心月妈妈，我知道这是不赖你。我知道你是真心帮我，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凡凡，我很感激的，我心里都有数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来，一点小心意，拿着吧。这个我不能要，你听我的，拿着。希月妈妈，你帮我的已经够多的，这个钱我听我的，你拿着吧。我真的不能要，你说真的就是扣学费，那点工资哪够抵扣学费？我真的不要，你拿着。希月妈妈补偿给你的，哎，你老公也真是太抠了，后半月工资呢不给了。谁说我老公抠了？这就我们三个人。你别演了，你累不累啊？我老公不但抠门，脾气还大。你说你昨天何必跟他吵？事务所的工作都丢了，都已经这样了，大不了什么班都不上了吧。我们这样的家庭来伟云上课，也的确是高攀了。强扭的瓜不甜，没事儿。我也改变不了顾家伟的决定，就连女儿喜欢的钢琴都要被迫放弃了。天天刷那些面目可憎的逻辑思维、英语阅读。顾家伟说的对啊，伟云的学费我是真心给不起。希月妈妈，你别为我们操心了。伟云，凡凡不读了，不能让你为难。凡凡妈，凡凡妈，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本来保密工作不做得挺好的吗？怎么让你老公知道了？还不是圆圆妈妈跟我老公说的。圆圆妈妈为什么要跟你老公说这个？之前其他妈妈呢让我开除蒋思远，我就给圆圆换了个班，估计她心里不平衡吧。